常常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吗？就让智慧手表帮你改善睡眠品质吧。现在许多智慧手表都能够记录睡眠，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难道说是手表中有小精灵，在你睡着以后跑出来，记录你睡眠时的一举一动吗？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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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是里面的感应器在帮忙啦。智慧手表里面的加速器跟陀螺仪可以监测你在睡觉时的动作，再根据演算法来判断你的睡眠状态，像是身体活动开始减缓、移动减少，通常是进入了浅层睡眠状态。有些智慧手表还会透过其他感应器监测呼吸状态跟心率，如果呼吸减缓、心跳变慢，那应该就是进入了深层睡眠状态。心率的变化还可以来侦测你现在是不是正在快速动眼期，也就是说你是不是在做梦哦。每个人晚上的睡眠都会在这几个状态循环，早上起来就可以在智慧手表里面看到结果啦。希望各位今晚都能够做个好梦，秒懂超科技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